备战国际军事比赛，他是防空兵集训队的一员。面对年轻队员的体能弱项，他是怎样不顾自身伤情一对一带训的？他又用什么招促进年轻队员成长进步？军事纪实带您走进集训队，感受特别的训练和生活。军事纪实本期播出，备战库尔勒晴空2017。成功尾追打掉敌人靶弹目标的是集训队的老队员叶茂林。为了更好地备战在新疆库尔勒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，刚刚他是在进行导弹发射训练。别看瞄准击发只是瞬间，但是要把握好分寸才能击中目标。叶茂林也是经历了长期的高强度训练。今天就是跑伤害没还是原来一些老伤是吧？对，一个是肩膀，然后一个就是腰，还有就是这个地方，对，这一条，对，这一条，这个地方。结束了白天的训练，晚上对叶茂林来说依然并不轻松。对于从小就害怕针灸的他，今晚他将逼迫自己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。轻点，因为长期高强度的训练，叶茂林身上的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，甚至影响到了正常训练。你不要看啊！你右肩膀，右肩膀，我知道。你不要看啊！开始了吧？啊，轻点啊！好好好。哦，怎么样？啊，有点胀。好的，胀就对了啊，胀这个就是真感，真的治疗效果。训练场上什么都不怕的叶茂林，对针灸却一直有着心理阴影。但是为了能减轻伤痛继续训练，他不得不打破自己的心理障碍了。我觉得不是怕痛，就是怕针。你要拉个刺刀的话，拉个针，我感觉不是怕痛。第二天的体能训练依然是高强度的，本以为叶茂林会顺势休息，但是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参加了训练。我今天上午拍的那个防空兵不仅仅是固定发射导弹那么简单，尤其在比赛和实战中经常需要移动奔袭寻找目标，对体能的要求相当大。体能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，没有这个体能支撑，他是不可能把这个科目这个很好的把它完成下来。你光能打得好，你没有这个体能支撑，到那以后你根本你这个经过战场机动以后，你都这个瞄准你都瞄不好。不要抢口令，也不要这个体能素质虽然对于防空兵来说至关重要，但是目前却是叶茂林的弱项。这其中不仅有伤痛，还有他的年龄。因为我已经是年龄最大也兵龄最长的了，就说最小的队员跟我相比的话，就是比我小了10岁零4个月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基本上体能是我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弱点。
叶茂林今年已经过了30岁，体能训练上早已不是黄金年龄，但他还依然忍着伤痛坚持训练。这其中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练好自身的素质。5、6，谢贤兵是一名新队员，他的性格内敛却十分坚韧，现在各方面训练表现都不错的他却在集训队最初的选拔中被淘汰了。当时我们从20个队员当中选拔12名队员参加这个第三个阶段的集训，当时他是排第十三名，所以说没能够选拔这个进入12名。6、7、8，没有被选拔入围，按惯例是要返回原单位或是转为保障人员，但谢贤兵都没有，而是仍然坚持跟着集训队训练。当时心里也挺矛盾的，因为当时想的是既然都被淘汰了是吧，人家其他人都去转保障了，然后还自己还跟着去训练，然后确实感觉，然后尤其是因为我们队员还是分开的嘛，就是食堂都分开了嘛，跟他们，然后还去，然后就比较尴尬。然后师傅长那边，比如说每天队员早餐就是12个人，他就放12个鸡蛋，然后由于我过去了，然后可能就没有鸡蛋，然后就会比较尴尬。最终，谢贤兵还是挺过了心理关。在他看来，训练是为自己的，就不要太在乎外界的看法。看到这名队员啊，这种不懈的这种追求精神，特别是对今年这个比武竞赛啊，个人的这种啊，心中充满期待，所以说我们觉得应该给他机会。也许被谢贤兵的执着所打动，最后他又重新获得进入集训队的机会。他现在训练态度依然非常认真，跟着我们就是说从来不会说因为自己感觉希望不大呀，然后就是说对自己一些进行一些放松是吧，我感觉这一点其实也是蛮佩服他的。现在开始锻炼你的上肢力量，做俯卧撑，我拿壶铃陪着你训练，我们俩谁都不要停，或者说比一下看谁先停，行不行？行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叶茂林清楚谢贤兵当初之所以被淘汰，主要原因是体能较弱，如果接下来弥补不了这个不足，谢贤兵还是未必能走到最后。这一次叶茂林决定帮他。现在状态已经不行了，你怎么了？节奏放慢了，不行了，是不是不行了？不行了就跟我认输投降。想不想上赛场？想。想不想跟外军同行较量？想。有没有信心打败他们？有。就你的素质还有，赶紧做，不要停，还有信心打败他们？上肢力量练不起来，连赛场都上不了，谈何打败？两项运动锻炼不同的力量，叶茂林决定互换进行练习。哎呀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非常爽。好，那就加快点。叶茂林其实并不是谢贤兵的班长，但是集训队员都喜欢这么喊他，他也就觉得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。不要停。不过叶茂林并没有想到的是，由于自己伤痛在身，加上刚刚接受针灸治疗，此时的自己并不适合俯卧撑练习。我再这样做几个，也要把你给练出来。好，不错啊，坚持住。当时的话，说实话，我腰伤是非常痛的，可能腰伤发掉了，所以说做俯卧撑撑在那里的话，
反正胳膊没什么事，但是我这个腰确实有点顶不住。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我放弃的话，就给他一个信号，就是说稍微有点苦啊，稍微有点累，有点伤病，你看你就放弃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和叶茂林练习结束，谢贤斌并没有进行休息，转而又练起了引体向上。刚才班长在跟我一起做俯卧撑，一起锻炼，然后我看到他是在忍着剧痛在做的，然后我感觉我有必要再不辜负他的期望，然后自己加强锻炼，然后能达到他期望的水平。老队员叶茂林忍着伤痛陪练谢贤斌，会不会使得自己的伤更加严重？叶茂林自己又将怎样继续下面的比赛？一个好的防空兵除了体能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素质？叶茂林又会想什么样的办法来训练他？军事纪实正在播出，备战库尔勒晴空2017。现代战场光有体能可能还远远不够，一个好的防空兵还要有紧密协作的团队意识。对于这一点的训练，叶茂林又有了新招。叶茂林要带谢宪兵体验的是蒙眼过障碍。蒙眼过障是对人与人之间信任与默契的考验，谢宪兵要绝对信任叶茂林，叶茂林也要默契指导谢宪兵。现在我距离你有20米远，你自己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我面前来，听我口令，准备开始。蒙眼走都有难度，蒙眼跑更考验勇气。没有对叶茂林的绝对信任，谢贤兵绝不敢大胆向前跑。接下来叶茂林要给谢贤兵设置一些挑战。停，向左转，好，往后退，走走走走，小步小步的往后退，小步小步，好，继续，没事啊，没事，继续走走走走走，这么高板啊？对。班长，你刚刚不是说谢谢你吗？对啊。你还让我撞墙？上面给我，不要走斜了。让谢贤兵撞到墙，其实是叶茂林故意设置的。实战中真真假假，谢贤兵必须学会任何条件下都要坚信队友。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你们现在是一个高台，你很危险，你掉下来，你现在必须往前跨，而且中间间隔有1米远，跨左也不行，跨右不行，跨远跨近都不行，跨不准你掉下来就可能会受伤，敢不敢跨这一步？行了，你不要讲那么多了，跨也得跨，今天不跨也得跨，必须把这一步给我跨出来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再，没事再来一遍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让你跨，你跨的什么玩意？再上来。谢贤斌的半信半疑，导致他两次失足倒下。再上。不上了。为什么不上了？刚刚都摔了2次了，还好没受伤。那受伤了怎么办？你就那么怕受伤？受伤了，那参加不了训练。但是你现在训练不出来，你对我的信任，队友之间没那个默契，你要上不了赛场。在叶茂林的反复劝说下，谢贤兵终于鼓起勇气，大胆尝试跨越了。再走一个比一个高了。摔到没有？没有。受伤了没有？没有。转回去再跨一遍。一下午的蒙眼训练，谢贤兵在叶茂林的指导下跨越了很多障碍，更是跨越了心与心之间的障碍，锻炼了勇气和毅力。
早晨的导弹实弹发射训练对谢宪兵来说特别的可贵。发射一枚导弹代价很高，这是轮到他的机会。我们现在一个机会也拍了。也许是由于紧张，也许是由于对突发情况应急不及时，当靶弹来袭时，谢宪兵并没有及时激发。在比赛时，这算失误；在战时，就是贻误战机。启动，转换，截获。预备，放。好，停止射击。刚才这样，那个刚才在发射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导弹发射是防空兵的核心技能，要想在比赛和实战中表现突出，叶茂林必须让谢宪兵精准强化训练。好，听，刚才你这个射击你自己觉得有什么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刚才感觉对这个航路的判断还是不是很清楚。除了实际经验，叶茂林还要教点理论。好，靶弹发射。刚才我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发射训练那个时候你不要憋气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瞄之前，这时候我们嘴巴可以稍微微张一点，协助鼻子呼吸，就是你不能吸口气，然后憋住。如果这个时候刚好到你发射的时候你憋不住了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导弹发射是瞬间的精准把握，而呼吸对把握能否精准则起到重要作用。但是，从取出导弹到瞄准击发，发射者都是一个负重奔袭的过程。又怎样来调节好呼吸呢？刚才从那个地方跑到这里来，就是说我们一边跑一边调整自己的呼吸，步子不能太快，但是也不能太慢很了，然后还注意一下我们就是步幅，就是一步跑多大。接下来是谢宪兵的体会练习。自己感觉什么感觉没有？跟之前跑过来这一动，跟之前差不多吧？差不多吗？对。刚才我数了一下，你过来跑了19步，但是你平时的话，基本上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是跑17至18步，为什么这次跑19步？哎呀，我觉得没必要吧，还数步子啊？我感觉跑过来，我刚才的节奏感觉挺好的，呼吸也很。你觉得就差一步没必要是吗？对。那你告诉我们反复的跑训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反复训的？不就是固化我们的动作吗？什么叫固化？固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机械记忆，而是要形成稳定的步伐和节奏，这样才能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呼吸正常。班长，你跑两动，我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，跟我来。你准备好启动之前来看定速一下，看好没有啊？好，来，放下。让人待着，对，让你的画进。看好了，跟着我的步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怎么样？数了没有？数多少步？19。服不服？不要告诉我你还不服。服就把它给我练好，就达到固化。像我这样，不管怎么跑，不管跑几动，不管外部环境什么变化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只要这个距离是20米，我始终就跑这个步子，始终按那个节奏来。我觉得话，如果说以他现在这种实力去上场参赛的话，可能就是说还是有差距。第一个就是感觉在灵活处置方面，就是一些突发，对于一些突发情况的灵活处置能力上面，可能感觉他还是有欠缺。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体能素质，
啊，虽说现在体能速度进步很大，但是的话，在实际参赛的过程中，对体能要求感觉应该来讲还是比较高。以他目前这种状况的话，还是有差距。离赛场有多少差距，叶茂林就要和谢贤斌一起缩小多少差距。接下来的训练中，他们还要共同经历步战车奔袭、3公里负重奔袭、穿越障碍场，这将会对他们体能素质有更大的考验，将会更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参赛水平和实战能力。这是玉体指挥士官集训，所有人都面临着高强度的训练和残酷的淘汰。在入队目的考核表现不佳的情况下，三班的战士为了提高成绩做出了怎样的努力？每名战士都要轮流当一次班长，在当四班班长的一周时间里，他又有什么样的表现？据实计时近期播出，士官选拔集训队议事